这花是要送给谁的？啊，快递讲是要给我的，啊，不过顶挂无卡片啊，所以唔知到底是谁送的。啊，白叫花你也咧收？嘿，那是人送礼咧用的呢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到底是谁挑工送这来啊？啊，欧巴，送这花的人是挑工要甲你拍七岁呢。你是不是惹到什么人啊？绝对是江立文。这绝对是江立文的。欧巴，我洗好啊，香香的。我来洗。张元勇，你是在紧张啥？你都已经结婚了，现在你的太太就是你，就算你不爱她，也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她爱你，她就是你人生一帆风顺的门票。只要你开嘴拜托，她绝对会去说服蔡良跟你斗三工。欧巴，欧巴，耶，欧巴，谢谢哦。欧巴，你卖误会啦，这是妈咪送的新婚礼物啦。我平常时无咧穿这啦，这只细领穿起来袂输敢若桌布咧。是啊，这完全不是你的 size 啊，绝对是你妈买唔对。啊？张元勇，你敢讲一句是会死啊？万一因受气，你会惨啊！爸一定是因为看到白菊花，感觉去予人拍七岁，才会看起来心情无好。欧巴，还是咱先饮一杯才睏，无，干那饮酒无好耍，咱来花滚，好吧？哦，好啊，花滚。再来一次，我连不相信我还会输。哼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来，信件素红招来俏俏输。哼，饮着饮。哼。哦，伊呐？嗯。啊，你台湾拳是专门科哦。嘿啊，啊！甲阮爹地常常咧耍这，因为阮爹地有讲过，查某囡仔人哦，一定要知影安怎饮酒化群，安尼甲朋友出去时才袂吃亏啦。张元勇。你俩村为着钱结婚，搁会当得着幸福些？我着等你看。